昆明，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大地天堂、宜居之邦。以这座城市命名的古老戏曲《滇剧》，今天却鲜为人知。辛亥前后，外省来滇的军事移民把各自家乡的戏曲都带到昆明，与云南本地音乐掺杂，在茶铺里清唱，以解乡愁。昆明人就把它称之为乱弹茶铺。这种别样的戏曲就是滇剧的雏形。冬月的昆明依然芬芳，唱了50多年滇剧的老艺人李连森，像往常一样踏着清晨的阳光出门了。过桥米线是云南特有的食品，50多年前传至昆明。佐料：滚油、高汤、鸡脯、里脊、乌鱼片，再加些韭菜、豆皮、豌豆尖，最后拌上鲜香爽滑的米线，鹅油封面，汤汁浓厚的一大碗，是昆明人无法拒绝的美味。昆明的早餐品种丰富，李连森却独爱公园旁边那和滇剧一样朴实的饵丝。老板，锅一碗，饵丝，小碗的，小碗的，啊，小碗，小碗。饭后去西华园唱一曲，是李连森几十年来改不了的习惯。你那些我爸的娃有那天唱给我说，现在就是只有你了。我说不行，现在呢是何中无异，相为贵了噻。我还是有唱技，但比不上人家。跟今天的马连良、平常像的牺牲太大，这些的话呢，就是我们呢学习的榜样了。大姐，你过来看的啊？你不行，我念给你听听啦。哎，好好，那你就要低声些才是啊。你要高声些，你要低声些，高声些，你要低声些。今年83岁的李连森，从事滇剧表演艺术已经65年了。与几十年来的老搭档滇剧名家周慧农再次表演《沙溪娇》，虽然没有扮相，但举手投足之间的默契依然让戏曲人物十分形象。1959年。26岁的李连森参演了一部风靡全国的戏曲电影《借亲配》。这部电影讲述了卖身葬父的张桂英被财主王正奎逼迫为妾，后与李春林互生爱慕，与财主斗智斗勇，最终两人结为夫妻的故事。电影《借亲配》的拍摄，对当年滇剧的推广和今日对滇剧传统戏曲的挖掘立下了大功。万象珍就是电影《借亲配》的女主角。59年嘛，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了电影《借亲配》，我们到北京演出挺受欢迎的，字幕都不用看听得懂。那时候的滇戏挺兴旺的，一直演，农民是白天晚上的来看，那一条街完全是马车都堆起来，他们来看的是下雨回不去，就在我们舞台上睡觉。七二楼跟古镇啊，在缺少娱乐方式的那个年代，围着戏台子看场戏成了人们最大的享受。由于滇剧十分朴实，贴近人们生活，在上世纪50、60年代，滇剧迅速发展。
李连森的父亲就是这批把滇剧推上巅峰的艺术家之一。然而他却不准李连森学戏。我父亲不让我学戏，我是偷着学。唱戏呢还没得出息了嘛，看苦了嘛，要苦。所以我父亲就说，你要来学戏，学得好就还吃戏饭，学不好就吃气饭，不准学。虽然李连森的父亲在滇剧舞台上已经是名角，但舞台后的艰辛让他不愿意看儿子再走自己这条老路，而李连森却对滇剧无比痴迷。那时候的老艺人不会轻易收徒，李连森就蹲在戏台边上偷学。我看上两遍，一回我学三才，第二回我就学六才，第三回再演我就全部给你接下来的了，对不对？就抓在我肚子上了，就记得了。李连森勤奋学唱戏的同时，还偷学了另外一门手艺。我们在演出的当中，我就开始了。啊，我就记得，1950年这些老艺人他就画，画了以后我就在他们面前看，我首先记住他的眼檀、鼻窝，然后额头，这三个地方记住了，我回去就画个草图。都是偷学演艺的，偷师学艺了嘛。失传多年的滇剧脸谱，今日终于在李连森的笔下得以重现，偷学来的手艺成就了如今宝贵的艺术财富。那么他们这些脸谱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滇剧的脸谱呢跟京剧的不一样，它有它的特点，特别像这个霸王，这个霸王这个脸谱呢，京剧的它那是大眼檀，我们这个呢，他就要把这个霸王的这个重瞳目勾出来，就是这个民间的谚语已经说了嘛，霸王虽有重瞳目啊，睁眼不能识好人嘛。这个在他脸上画出来这个瘤沟，看到那个形状的话呢，像个老瘤头了，在他脸上画出来就不，哎，这个姿态就不一样，很逼真啊，看到他就。哦，就是那个人嘛，几年前都没没见过，所以他就画不出来。这些滇剧脸谱十分形象逼真，为了将这独特而宝贵的脸谱传承下去，李连森的徒弟马俊和古诗杨武军一起协助李连森整理记忆中能画出的所有滇剧脸谱。这两个东西呢，是表示咱说霸王的这个霸王举鼎。我们两个跟李老师的那个原稿拿来以后呢，我们请了那个比较好的画师，这个就是李老师的原稿，又把它重新画了一遍。以前的滇剧的艺人呢，这画脸谱呢是各自为政啊，当然这也好，这个是百花齐放嘛，都是口传心授或者呢记性来记下来的，就没有这个拿笔记下来的好。到目前为止，李连森已经整理绘制出66个脸谱，这66个脸谱也成为学习滇剧、传承滇剧唯一一份绘制成稿的珍贵资料。我来10个花卷，来，谢谢您。哎，我的糖给倒来了，倒好了，倒好了，好。哦，我的肚子，我们每个星期四都和大师兄一块来师傅家，我们一块做饭吃吃，师傅跟我们说说戏。那一个嘴，那就好不多教我们些戏。
和往常每个星期四一样，一顿佳肴过后就是畅聊滇剧的时间。今天的李连森格外高兴，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唐簿，这是一种记录了解放前传统剧目珍贵的历史档案，目前只有李连森手中这一个得以保留。1950年开始，就在现在我们那个机场上就开始查滇戏了。像这种戏改出来了，它就是这个名字是叫多奥斗，可是不重复了吗？哦，不重复了吗？它这个一个戏的话呢，它有三个名字或者是四个名字，有个真名，有个别名，有个另名，可是这些名字了吗？翻着这本唐簿，又一次牵动起李连森的思绪。当时艺人学戏唱戏没有固定剧本，大都是凭师傅们口传心授。现在呢，然后呢，老了老先生死了死的嘛，走了走的嘛，有多少戏就失传了嘛，演不出来，连个基本都做不出。猴子把包谷噻，把一包们抓不到们丢掉一包，抓把一包们丢一包噻。当年的滇剧唱腔都是师傅们口口相传，经过百年的变迁，失传的太多太多。如今自己的年纪也大了，李连森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优秀的滇剧艺术一点点流逝。他在床头摆放着厚厚的笔记本，记录他回忆起的每一句台词。现在有些戏，我就是我不写出来的话呢，你喊我查我就可以查了嘛，是吧？怎么写在本子上了？到现在为止，李连森已经记录了100多场戏的剧本。一声低一声高，声声哀咽送英雄，一声高一声低，如戏如诉，神采奕奕嘛。没得事了就写了，写了嘛，想不就给他写出来了嘛，又查又讲，他这个台词还是很多了。吃饭的东西还是要靠这个。吃稀饭了过后，你还是要抓来这一手，要抓进去，要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可对了。感觉观众佩服你，出来演个戏的话呢，吓得叫人，可是。演龙像龙，演虎像虎，过后了，演个狼呀，吓个狼呀。三百不如一水，你要水活的他这个人物就很要功夫了，水活的这个人的性格，水活的人的思想，这个再扮的多好看，画的咋个扮出来嘛是个空壳壳噻。来，官报不义严夜风，赤兔冷嘴夜中兔，打了刀我真的地一见了风。随着现代各种艺术形式和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发展，戏曲在人们的视线中却越走越远了。2008年，全国戏曲剧种剧团现状调查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传统戏曲艺术正以每年至少消失一个的速度锐减。滇剧会是下一个吗？